我怕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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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怕还有网络上面，你尽量不要有一些言论。我讲，我讲你看看是啥？你没有加油的参西料，你搁底下讲你有某西山，我讲是不读书，啊，我看着练起啊！好了，下面都看着练起，当时我们是指着他。哦，不是啦，妈的，哎，其实这个，这马仔是不是有哪里冇我们讲？太久了，你很久了。你看，所以你照会记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啊，以上言论不代表应该安尼讲啦，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梦想。哦，我们遇到梦想，我们都会想办法。但主持人那么讲，现在公路都会绑胸衣，然后一直游啊。啊，碰的就是因为追逐这个梦想，不小心跌倒了。不是啦，你别当安尼讲，你别讲讲啊，你要安啊，你要怎么样？怕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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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怕这不对的啦！啊，我之前哦，我怕是该，你敢有撸猪街？啊，都要背一个我喂，啊，这小美工厂，美工厂。无啦，因为我常常哦，我常常看到新闻哦，咱常常看到新闻，拢看到广播新闻下骹拢有看人的讲话啦。其实我讲一句，我讲一句足实在啦。咱相信哦，咱作为观众朋友啦，咱辛苦去寻找的啦。那你连这世人，你连捌去拄着讲话，迄朋友甲你借三千、五千、三万、五万，人就放给你啊啦。卖讲这借到这济啦，一般，唔对啦，一般正常。我讲认真的，一般正常啦，一般正常。你甲看电视嘛，你报，那一百万、两百万就走路啊，卡债啥物诶，迄甚至有个人想袂开就黄了呀。我讲认真的，这么大笔的金额，还要站出来面对去做旁门这个动作，得碰手头照呢。我们应该要鼓励他，而不是去落井下石。汪峰今天，我们不要，你莫干大鱼的生机啊！还有网络上面，你尽量不要有一些言论。我讲你看看是啥？你没有加油的参西料，你搁底下讲你有某西山，我讲是不读书，啊，无欠着你的钱啊啦！好啦。下面都看着你的钱，当时就是指着他。哦，不是啦，妈的，哎，你这马仔是不是有哪里冇我们讲？太久了，你很久了。你看，所以你照会。啊，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。